在看电影之前，给大家展示一个坏分子，他叫王敏佳，就在咱们医院中药室工作。我们实证研究小组把他拉出来给大家看看，希望大家保持警惕。如果有人希望加入我们小组，可以直接找我来报名。 下面，我向大家宣读他的五项罪状：阴谋复辟，罪状二，资产阶级小姐作风，自命不凡，仇视人民群众。还仇视你叫啥呀？没讲这个，这地产我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四，颠倒革命家事，蒙骗群众。罪状五。 勾引有妇之夫，他勾引谁了？来了，请过来了。姐，我丈夫他勾引我丈夫，婊子，快还钱！我们必须要和过去的陈旧势力和当今的反动势力划清界限。